这玩意儿一人单挑。大家好，我是东阳，世界聊天单狙的见多了，冷门武器的也有，可是这玩意你跟我说单挑，纯有病。开始了，直接找人一颗。哎，开火箭点快了，我是不是耍赖了？哎哎，我走位。哎哎哎，好好好，对面也是边上了。哎，不是，他为什么丢那么快啊？你丢那么快，好，问号还给我吞了啊？太右多练。好好好，虽然最后没打过，但事后我研究了150秒，发现原来在基础设置的功能设置里，打开这个连续扔雷就可以开启连射模式了。切记这个快速投掷别开，否则丢完一颗就会切回主武器。黄金单挑的时候记得开无限投掷物和血量为一，不然要砸7下才能击倒对手。最后对于单信息探雷这件事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但还是要文明游戏，别老是对着地面输出。你是真不怕啊？哎呀，出来给你一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动摇 over。